是我。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小手布。不是，我怎么来先出的？不是啊，啊，你先。我先是。哎，我会好好的，来。是不是我赢，是你先？你我剪刀哎，神经病。你先就先嘛。好，来，陈立起同学，我会好好的，掌声欢迎。我知道他苦苦的，对不对？现在可以比到第三段，最后一段。我真的是轻敌哦。陈立起同学，我会好好的，掌声欢迎。医生的嘛，医生的嘛。你学到第三段了？对呀，我最后一句还会比呢。我知道他苦苦的，对不对？你现在可以比到第三段了，最后一段。我真的是轻敌哦。我认为他比不到第三段，所以我只学第二段了。我轻敌咯。所以也不用比了，我不用比了。啊、你真的让我很意外啊！真的，连最后一句都矮在一肚子管。你下去换我来。但是他很前面的时候就被逼一声。你们都没有看到我刚讲的手语歌。不要小看哈比人，知道吗？我知道，哈比人下去休息。强兽人来了。老师请了，你要看手语歌，他都前面都有一个仪态嘛。笨蛋。不是，他们刚都有前奏啊。你还是后比，刚才是比的都有前奏啊。是你自己要加仪态的。对啊，还想说要加仪态，楼梯。哎，怎么这样的？前奏太短了啦。好了，大气给你一次。大气，来。这也是队长啊。好，仪态比在前面。好，开始啊，这首歌来。对。紧张了，你这样下他是对的，对，你忘记，我真的忘记了。一杯杯音乐，一看。21秒不包括你乱比的部分。这是他们差几秒？34。有那么多吗？好，那我输。你比的太好了。真的很干脆，真的。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啊。好，来。但是我没有仪态啊。所以这一关是很明显，是我们立行。很明显的。立行万岁！林建华，压力在你们身上喽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。小鬼，我们的小鬼。最后一首歌是那个小鬼放心去飞嘛，这个陷入呆滞，放心去飞。谁先？猜拳呢？等下，刚刚现在什么状态？先二比一，我们领先。剪刀石头布，好，你决定谁先？我先好了，你先好了。对，其实后面不见得好，对，其实我基本上我已经忘光了。那就先记得吧 ，OK， 老师绕笔完好不好？你们才按好不好？好，放心去飞，林建华掌声欢迎。朋友，我永远祝福你。前面是要扣分了，不要再扣分。
记了。问你，你真长。不要问，不要说。不要问，不要说。不要再按了，好不好？真心真心，不要按，不要按。不错啊，其实还很好哎。同学不行嘞。35秒，其实还算蛮厉害的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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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师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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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帮忙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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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真的耶，前奏就已经20秒了。小鬼，小鬼，小鬼，小鬼来。前奏全部都没开始比才算，从摸摸开始算的。为什么小鬼大气？小鬼，开始比才算。来，老师，放心去飞。小鬼酝酿很。来，掌声欢迎小鬼。小鬼加油！小鬼加油！小鬼不当聋哑虫，太可惜了。57秒创下了纪录，掌声鼓励啊！而且啊，小鬼是里面啊表情最好的，动作表情最好的。今天如果真的选出一男一女的话，就他跟阿豹了。哦，两位真的是，我觉得是聋哑界最牛的，一把的交椅。我们都不讲话。好，所以刚刚很明显，我想也没什么好说的，没有争议啊。当然，这一个呢是我们小鬼获胜。真的很漂亮哎，我现在是最圆了，耶，太漂亮了，太感动了。我相信，总是要看一下今天的成绩。我也没想到呢，这个手语啊，事实上真的有它奥妙之处。对，今天也算是我输的最是最心服口服的。真的，2+2+1+0+1啊，是多少？是6分。1+2+2，目前已经5分，到这边已经6分，你已经不需要加入3分了，所以。9-6，恭喜乔恩的获胜。跟你说，第一次啊，只能这输得如此心服口服。我也输得这么惨，真的。我通常都是那种些微的幅度让它逆转，有没有？9-3，这我们要是接受这个结果啊。今天呢，最高兴的是我们能够呢，哎，第一次到了这个，这完全是培育我们南丁格尔的一个摇篮，新生一专，哎，新生一专呢，真的现在全校师生全体动员啊，也看到呢，我们彻底感受到这个学校的热情，还有他们的学生的这个可爱活泼的一面啊，掌声谢谢学生，谢谢谢谢。感谢全校师生对我们的支持鼓励，当然也谢谢呢我们的红蓝两队啊，这是最能最认真的表现啊。感谢各位。